台呢是多列减重秤，它是专门为跟多列包装机对接使用的。这个是十通道的，可以定做其他通道，四道、六道、八道、十二道，这个都可以定做。我们可以展示一下，这个合格的称好重量之后继续向前流，如果不合格的话呢，称了重量之后它剔除气缸升起，从侧门流出不合格。我们再展示一遍，这个精度的话呢可以做到正负0.01克，速度每列通道可以做到60千到70千之间。